兄弟们，今天阿如给大家介绍一个三角梅品种，叫做三德瑞拉 Sandrina。 这个呢，它是小型的小叶子的一个品种，在我们福建呢，它也被称作皇家光叶子或者是亮叶子，还有一个叫龙眼子。新花的苞片是黄绿色的，随着开放紫色就开始明显，盛开时整个苞片都变成紫色的。德瑞拉的叶片呢，它是细长的椭圆形，在末端有明显这种凸起的尖，尖顶的叶片之间的间距比较小，显得啊很密集。和叶子的形态一样，它的苞片啊也是这种有在末端急速向外伸出的尖顶，这就是三德瑞拉这个品种最重要的特征，也是很勤花的三角梅品种，几乎整根枝条上都会密集的开花。由于它的叶片很厚实，表面啊光滑油亮。皇家光叶子大家有没有了解清楚呢？三角梅一百问，有问题找阿如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